比马在多都可以比达咖啡啦，比马在多马卡加多啊，国中啊国小，多爱多马波罗啊，努波拉卡多就阿弟弟那马波拉的，蛮是个马波罗啊，就是都，都就女尼个是巴卡米的，卡勒曼的小家个古，那个比马在多 Q 呀，甚至按伊马在白旗国小啊，古就新下的王连进那些吧，就那那么也都就，而且是都，这个努可瑞，这个伊尼个吃的，后来伊就叫库鲁马比娃娃娃呀，这个而且这个古伊马在金哈兰，乌拉马个都个微微个多吃惯，这个不该做多马蒂马里马里是都乱那呀。依据校区不同的特性，哦，来做特色的游学。然后来编列比较符合地区的一个领域特性的教学，那实际上它是感觉没有被感觉是并校的，哎，那也可以充分运用这两个学校的硬体资源跟这两个学校的软体资源。这个说国中新生放在桥爱国小跟麦都处，而且这个贵嘛在海南人，那么三八人儿多比嘛在多八九红的就这个古大古等，这个七八九人的就国中新生那么也都处，而且这个海南人后来一大家个古，这个哎呀多爱记得那个古松啊个古海南人，马蒂马里马里这个古大古等，那贵也在七八个米，那贵也在卡里万那呀。它也是地方的文化中心，啊，如果很轻易的。废校的话，它可能不是废一个学校，它可能是废一个部落，反而是要强化哦这个在地的文化资产，啊，包括你让老师们能够安心的啊在这边服务，哦，然后呢强化啊这个部落的一个教育的意识。啊，我是把全南诺信息那么也多处，而且比马在多各国各国，伊马在做点困难，马蒂马里马里，阿在比那个斯隆沃，阿在个国家国等，再讲侬个克里文，再讲侬个吉西巴卡梅的，把侬个多马国里帮个做点个国家国等，伊马在困难那呀。对我们原乡的孩子，或者对我们原乡部落的家长，我觉得，除了不受尊重之外。我觉得它抹杀了我们文化发展的这个部分，对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如果真的要谈废校并校，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应变的措施，就是说方案，对，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方案，我觉得才可以再去接下来做废校或并校的这样的政策。这个专门个个多点个国是不承认，我们了解的么多的，那就比方在多国中、多国小，啊也多马蒂马里马嘞，就点是多人，啊比方在多得不得了那是多是多人，而且比方在多 Q 不，那关于你个个马罗基那么，马诺是白样个就，马在多么个个多点个个人那样，这个那题目呢，那不得改。